我知道你们没有时间啊，我就怕爆了，因为隆重拿跨步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金龙花，金龙花，我金龙球哦。播抓起来呢，我是秋光了，隆重的先播抓哦，哈金花哪里看歌台，都落马仔歌台个好看，对不对？哦，像你中了就一半呐，对不对？哦，阿娘吃饱未啦？吃饱了没有？啊，我已经准备晚餐给你们了，你们有没有吃？拿了哈、哦、啊，有咖喱也有肉，哎呀，两款不相款的呀，啊、哦，嗯，咖喱无料哈，哦，嗯，啊无料，到叫干娘子来好了。好，那么希望所有的朋友啊，都能够在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好为你安排的这个歌台的娱乐节目，当然也要谢谢我们这边所有的哈老板，我们的这边的哈工业区，那为我们主办这个午间歌台，那么一直到晚上为止哈，可以说是马拉松的这个歌台的表演，让大家您有耳福有眼福啦啊，还有啊提供这个晚餐还有椅子，对不对啊？希望所有的朋友，那么当然啊，在现场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间时刻，现在拿的报纸哈看了之后就啊。收起来拿回去啊，还在等待的就是等一下6:40的好消息啊，对不对？别标啊，真重要啊，讲你下午你最好去买啦哈、啊、这两天会开腰到腰三转拍啦哈、啊、下午赶紧去买啦哈、啊、嗯啊，来马上第二首歌曲带给你这首歌啊，这首歌只有三个字，怀旧的老歌，我相信啊我们的大哥大姐会啊回味这首歌曲，取名叫做心上人，来掌声鼓一下哦。哎呼喂，这种几点？哎呀，还进去买油膏油啥？心上人，你为何远得好像云中月，天边星？我也会痴痴地等待你，不顾寒冷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轻轻夜已声声夜思凄凄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片来给我同情，心上人，你纵然要我走遍万重山千重岭，我也会悄悄地找寻你，不会恼恨，我为什么不能和你轻轻夜已声声夜思凄凄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片才给我回忆？啊，投票啊，有没有投我？你为何远得好像云中月天边星，我也会痴痴地等待你，步步寒冷，你为什么不能和我轻轻夜已声声夜思凄凄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片才给我同情？谢谢啊，怀旧的歌曲《心上人》，相信大家都是会回味这首歌曲啊，对不对？